我是永林。嗨，永林，嗨，洪恩。嗨，小不点。艾米不在家，我们现在在哪里？棉花糖。我们在蕾丝那边啊。在 shopping。在 shopping 有没有在线上啊？能看看呢、啊？铜锅，这里是铜锅市集，有没有听到那个正在捶打铜锅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好，我移动会有点快哦，大家注意一下，不要晕哦。我现在是在摩洛哥，摩洛哥现在的中午时间了，然后顺便开个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市集里面走动哦。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手打的铜锅，非常非常的有趣，带大家去看一下怎么样就手打的铜锅。还有你在线上吗？哦，这里全部都是亮闪闪的铜锅，哎，这些价钱呢都是要价不菲，但是它真的是用手打的哟。Yes. How about you? 200. Yes. 400. Okay. 600. 800. 900. 920. No. It's 500. Wait. 500. You keep this. Okay. I got my lamp. And also this. Okay. 好，有点混乱了。我刚买了两个铜锅，两个铜塔吉锅，像这样子的。但是它稍微小一点点呢，只花了一个，大概花多少钱？600块台币加盖子。这个是塔吉锅。这个是塔吉锅。所以这里是很有趣的地方哦，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讲价，而且呢，价钱从400呢涨成250哦，虽然还可以再更低，不过就是不用烧那么低哦，我觉得是一个开心哦。像这种铜的铜锅的杯子呢，一个它开价是200。Hello， 200到400，哦，就是大概200块台币左右，就一个铜杯，很可爱的价钱，对不对？所以你要买两个吗？对，不杀了吗？再杀。哦，所以正在议价，所以你看有没有在玩铜锅的？快点，你赶快来！这个威斯呢是在北方的那个摩洛哥，而且非常有钱。然后那个算数不太好，讲不通，但是有当地的导游呢带我们走，这是我们的老师。马者拿着你的杯子，来，是不是很传统的风味呢？嗨，优米 ，Hello， 谢谢你们来看直播。通通都喜欢李远婷，有点开心。下次我带你来，好不好？看，然后刚刚我有问的那个铜锅价，然后开价呢，应该大概是随便开的，大概20欧一个，但是呢，一碗价大概是30到25左右，所以价钱都可以谈。How much is this? This one? This is dollar. How much? 1,000 dollars. 1,000? Yes. This is not good price. Yeah. How much? How much? Yes. 大家觉得多少钱呢？多少钱呢？我们讲的价钱是含盖子的价钱哦。你喜欢杯子啊？我要买，我要买杯子。大家喜欢杯子，我买杯子回去好不好？11到多少钱？一个70啊，不给。那太贪，不再给杀了。We want to buy more. No problem. More? How about 10? 你要买十个的话。好像没有十个，现在剩最后俩。你选好了吗？这个铜锅的用途是什么呢？在摩洛哥当地的用餐的方式呢，就是把蔬菜跟肉呢放进去里面，然后上火烤。How much for this one? How much?然后呢，就可以做出很好吃的塔吉，大家查一下塔吉锅哦，就可以看得到了。那这个是纯铜，而且是手打的，每天在市集手打的。How much? Oh, too much.还有几个杯子，还有几个杯子，我买回去送粉丝。你可能看不压力，真的吗？那我买回来送大家好不好？上100，塔吉铜锅，对，塔吉铜锅。那就剩下这几个杯子，还有一个。How much？ 400。
450 man. Stop here, more. 450. 450 dirhams. It's okay. How much? This one, 5. 500? Yes. 8, 550. Last price. 500. Hong An. Give me 500. 500 is okay. 500. Wow, 他开1000, 我杀到500. Okay. 500. 等一下，刚刚我们是一人买一个，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再给你再买一个，对对对。票再买一个，是不是？你觉得呢？你要不要再买一个？好漂亮！要不要买？要不要买？对，我在直播。对啊，哎，可以买到这个价钱，有没有要那个？快点 ，Choice 代购。不要，我不要代购，不要。Choice 不帮你们代购，我代购。后面加一个零。哎，这很重哎。We bargaining more than Berber. We bargaining. Ber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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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t's the top.In Taiwan, you know. Yeah. Yeah. By hand. 真的很漂亮，这铜锣烧超美哦。500块的意思是台湾台币1500。Yes. 台币1500，一个锅，个桌子加一个盖子，买了。OK，500 deal。500。Choice 买了，你看不快杀起来了。No problem. No problem. This one, no problem. 我杀到他。谢谢洪安带我们来这个棒的地方，真的太棒了。下来拍一个五折。好，哎，有点混乱了，大概就是，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那这里物价很便宜，然后人也很亲切哦。当然会遇到一点点危险，所以大家特别的警觉。但是其实除此之外的都很棒，而且啊，这里有4G 网络哎，这我太爱飞斯的4G 网络。这里的物价呢是1:3哦，所以他讲500块呢，我现在迪拉姆呢就是台币的1500左右。那我刚买了一个小的呢是250，大的呢是500块成交。下去找更漂亮，因为飞是最有名的，不是铜，它最有名是皮件，他们吃很多的牛，他们很多的皮件，待会儿再开直播，拜拜。